而疫情期间呢，不少人就避免搭乘大众交通运输工具，而选择自己开车上路，但是也经常因为长途跋涉疲劳驾驶酿成意外。一名周姓驾驶从台北长途开车返回玉里老家过节，行经台九线瑞北段的时候呢，疑似疲劳驾驶撞上路边的护栏，由于冲击力道很强大，整部车是翻覆四脚朝天，所幸驾驶自行脱困。从台北一路开车准备返回玉里老家过端午节的周姓驾驶，在行经台九线瑞北高架桥路段时，疑似疲劳恍神而自撞路旁护栏，由于冲撞力道过大，也使得整部车翻覆四轮朝天。系周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台九线由北往南行驶，行至该处不慎自撞道路右侧护栏，造成翻车事故。所幸驾驶人有依规定系妥安全带，所以没有受伤。本案严谨依程序完成现场测绘收证，肇事责任将带送行车事故鉴定委员会分析，以厘清肇责。所幸驾驶自行脱困，凤林分局也呼吁驾驶人长途开车千万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。记者石玉兰瑞穗采访报道。